哥哥，你演发言时间十分钟。主席感谢吼，戴局长，阮港区的吼关心的议题吼，类似啦吼。拄则你咧提起啦吼，讲义勇公墓的部分啦吼，因为财政的关系吼，来延后办理。啊，你的意思就是讲，市长这个三年五阶段，这张支票就是跳票咯。并不是讲跳票啦，三年内有可能完成无？如果咱若财政有改善，我想无定。三年内有可能完成无？我想委员的报告。你若无要讲跳票，那无要跳票爱换票呢？好啦，咱如果财政啦，你这样是你七千万的钱你编袂出来，你总有算爱交偌济？一地一烟刷，你啊上起码交易个，啊你要对生交易个？咱这样财政，你这样所有代志你也无要做，你这样用财政，咱是散无唔对，可咱唔是无钱啦。嘛，咱嘛是有一定的资源，是看那配置啦。啊，你配置的优先顺序是啥货？就看你有重要，感觉有重要无重要。啊，这市长讲过的话啊。啊，甲议员报告啦吼。我想资源是有限啦，那么目前市场是以治水为最优先啦，吼。啊，因为咱家这两水吼，治水足重要，相关的有省拢有相对排斥的作用，无唔对。唔过这里去年五月，你也对我宣布啊。啊，去年五月底，我做民政小组的召集人的时阵，我阁有去看，民政局的人嘛有去啊。所有会议拢写到七清楚啊，恁啊编足有算啊，三年五阶段，你要完成这个义勇公墓的迁徙。你这样连这个村的十通公顷，你都无通迁徙，你去人讲吼，你南山公墓要迁徙，人家也不会信啊。局长，更何况土地利用的价值也有相关性、有连带性啊。你嘛知影北平民一个83公顷的炮号要迁徙，你等要给炮号要迁徙，你开发做未来要做商业中心，结果你公墓里遐囥里遐拢无迁徙，安尼敢会看进？局长，这个部分非常重要啊。你迄个过程是安那交涉的？交涉到变骂你吼，规个牛神拢无变的是为怎样啊？啊，明明拄只咱李议员，伊就讲啊足清楚啊，伊迄明明就是都是计划当中的公园固定地啊。你这就是你无变，你嘛是反，你又敢无叫人变啊？叫个乡头无钱呐，拢无人变，啊，囥你遐旁。局长，公墓迁徙是你的业务对唔对？你敢是有迄个责任爱完成市长对外承诺？跟你报告了，因为他公墓就是个一个，就是讲将来永康这个整个的检讨了吼。对啦，你目的主管机关，你才会卖讲通盘检讨的代志嘛。你才会通盘检讨，你也无出来，你唔得搁为后边搁潜落。你这古生显明明都无变嘛。咱先将现有地上的房啊先迁走，这是咱这个这三档来处理啦。你讲你拄只讲吼，你工作报告当中啊，只了讲第一阶段已经完成了吼。啊，我请教一下，你第一阶段的部分啦吼。0.42公顷的这个部分的土地是有土地征收了没有？土地征收的部分现在还没有征收。啊，如果还没有征收，连第一阶段都还没有征收，更何况愣是五阶段呢？那你报告书当中写第一阶段说已经完成，哪有完成？七十一页来对你家己看，你家己写，永康区二王公墓迁葬第三项最后倒数第二段，你一共完成啊？哪有完成？没有完成啊！第一阶段3000万，第二阶段4000万，这两条拢相对细条啊！啊，细条你都无通处理，要哪处理大条的？因空降以人口所行动的速度，局长你也非常清楚嘛。37区当中，我行动的速度上紧嘛。去年将近要4000人嘛，都会花脚步这么紧，啊，咱市政府的步数这么少，脚步这么慢，局长。这个事情要怎么解决？你直接来我讲啦，你这样要哪套啦？你要哪套啦？你这样拢无处理，你叫我们地方要哪交代啦？市长讲出的算话啊，伊伫去年啦，公墓迁徙土地规划的部分啦，他说啊，业已在101年的殡葬管理基金当中要办理啊，啊，恁殡葬管理基金讲袂当编啦，啊，情形到底是安怎样啊？你总要有一个简单明确的讲法，让你地方的交代，甚至我徛伫执政党的议员会当替市长辩护一下啊，局长，人还听袂落啦，你拄仔迄个讲话人听袂落啦，要怎么办？跟议员报告了，就是殡葬管理基金基本上本来咱是用殡葬管理基金要用贷款的方式来征收这些公演了，
但是因为公园本身它是属于公共的投资，它并没有自偿性，所以可能用